七女团 TWICE 时隔五年再办世界巡演，加州 SoFi 体育馆的首场演出座无虚席，创下 K-POP 女团新高度。过去三名外籍成员里，子瑜始终受到台湾网友关注，不过最近来自日本的 SANA 人气急起直追，不仅在 Instagram 吸粉超过1000万，还在韩国掀起网络用语 No SANA No Life， 意思是没有 SANA 不能活。代言精品包吸睛的却不是包， SANA 坐在楼梯间随意摆拍，手伸进大衣口袋秀出白皙长腿，吸引超过145万人点赞。SANA 可俏皮可性感，早就代言接不完，而且还都是国际大牌，韩星架势十足，但举手投足还是不经意流露日本女孩的清新。SANA 从小深受韩流影响，13岁就在日本大阪当练习生，直到国中毕业后才转赴韩国发展。与生俱来的韩文天赋让 SANA 很快就被粉丝收养，获赠韩国常见姓氏，被称为金 SANA。 TWICE 九名成员各有特色，无论哪一位掀起话题，都让 TWICE 稳居女团地位。三立新闻王少颖报道。韩国女团 TWICE 近日发行第12张全新迷你专辑《Ready to Be》，回归乐坛。其中凭借精致甜美五官及精湛舞技的台湾成员周子瑜，这次回归突破过往形象，成为了性感小辣椒，引发不少网友热议。这次主打新歌《Set Me Free》，掀起一波 Set Me Free Challenge。官方在社群晒出成员们的 solo 片段，其中周子瑜20秒狂扭片，更引来76万粉丝朝圣。影片中，周子瑜穿着深开四洞的黑色紧身裙，将长发扎成高马尾，整体性感又不失青春洋溢，让她的锁骨、蚂蚁腰以及大长腿一览无遗。而她性感舞动结束后，瞬间切换回俏皮模样，跳着挥手离开镜头，也让网友直呼好可爱，真的是又甜又辣。几日前，周子瑜也罕见在 IG 上贴出一系列辣照，引发不少网友热议，更突破周子瑜出道以来尺度最大的一次。只见照片中，周子瑜把长直发烫成小波浪，身穿一件白色中空背心，一条如泳衣的造型延伸到灰裙子内，看得出裙子造型开叉至大腿，手上搭配白色捆带，整个人散发出不同于以往的野性气息。然而她的白色小可爱超紧绷，非常贴身，也完美勾勒出她的身材曲线。周子瑜文中也透露，整组照片是同团成员那莲帮她拍摄，贴文感谢说，谢谢你为我拍了这么漂亮的照片，期待下次的支持。照片一出来，立刻引发网友们热烈讨论，不少网友纷纷称赞周子瑜真是太美了，太火辣了，真的太性感了。저희가드디어미주투어를끝냈어요.